在动物溯源研究方面，研究证实新型冠状病毒使用与 SARS 冠状病毒相同的细胞进入受体，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与一种蝙蝠的冠状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 96%。 此外，自备特异性制剂的细胞扩大培养，建立畜禽排查每年每域媳妇测定检测技术等科研工作也初步完成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